哇天哪，卡在这了是吧？对，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大踏，人家现在在累的都，哎呀，这一路玩太开心了。然后我们今天本来是打算10点钟出发，现在看一下几点了，现在都已经11点了。然后到新疆了，一定要做好补水，因为这沙漠这边就特别干，晚上睡醒就是早晨醒过来鼻腔都是干的那种。哎呦喂，太漂亮了。新疆的女孩子怎么这么漂亮？我们这就是沙漠边的最古老的，就是可加部落村的老村。我们就虽然到这来还不到24小时，但我们这玩的特别开心，特别快乐。来，我们的大哥也一块入境，来，大哥们都一块入境呗。这一趟路认识了很多大哥啊，都是大佬。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过来一次。好，谢谢。哇，队长，你们过来的时候路上也在看地图对吧？对，我们有自己的地图。那个队长，有个问题哦，就是路上那些，就是路都已经被沙子掩埋了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路的？有轨迹和方向，我们会在那个图钉轨迹上面打上点，打上点以后顺着这个方向走。也会看不看指南针？要啊。哦天哪，上面有指南针，有海拔高度，然后方向都有。我这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，得多学习了。练练，对啊，这个是科目五的考试。科目五，对。啊、你们从这边回去，连风这样都过来。啊，好新奇，好新奇。我大老远看到有人在那边抛那个沙子，大哥，你这边什么情况啊？哇天哪，卡在这了是吧？对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大踏，人家现在在累的都。来一起玩，来一起玩。我们这边就是，就同一时间就限了两辆车，现在我们在正在把这两辆车想办法从这补救出来。大家有没有帮忙？要帮。哇。对。来。往下压，往下压。哇，往下。啊。哇，这真的需要。他轮胎没有放弃对吧？往右边打，往右边打，往下走。对。啊，那车先在那儿了。那辆车刚解救完别人，自己就出不来了，还在努力当中。拽车，拽这个车拽下去了。采访一下，你们在路上遇到最糟糕情况是什么样子的？他老打我。如果要是不自己找麻烦的话呢，路都好走。自己找麻烦就专门走很难走的路。所以这个就看车的性能啊和司机的技术。对，哪儿扎破的山上怎么会有这钉子呀？村里我们现在这一辆车的轮胎扎破了，真是状况连连。不过都是老司机，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都是很淡定的。我们那个车的被钉子扎了，然后他们现在在打气，说是那个打气那个棒是他们自己改装加的。那能不能给我讲一下，就是出去旅游车上应该装一些什么东西会比较保障一些？常用的一些工具，轮胎工具，打气泵这些必备的，进沙漠必备的打气泵，然后常用的工具补胎工具带上就 OK 了。补胎工具就可以了，要把车辆出发之前检查好就 OK 了。我看你们还带了一些什么铁锹这铁锨之类的东西。那是挖沙的。所以说出门旅行一定要把最坏的情况考虑好，把所有东西都带齐。对，坏了以后自己有办法修复就 OK 了。对，像我这样没有驾照的人都已经有很多经验了。我们终于出发了，准备出发了。刚刚就是在沙子里面掀了3辆车，然后有一辆车那个车胎爆了。解决完这种种问题之后，大家准备很淡定的上路。准备出发喽。